西。现在我们到了秋田的故乡村，那它故乡村里面有好几栋，大概七栋，都有它的一些设施。比方说，我们现在要去第二栋的惊奇城堡，它里面都是让你很惊奇的东西。导游是这样讲，但我不知道到底是多惊奇。然后他刚刚有介绍哦，秋田啊，产酒。他说，秋田美人。对，他说日本有五个产美人的地方。三个，他说五个哎。三个，他说秋田产美人、神户产美人、小樽产美人，这三个。他说，如果你买了秋田酒，就变秋田美人，喝了就会美。我就不相信。来，那我们现在到了工艺展示馆。工艺展示馆是四哎，所以我们还要往旁边，往那里吧。哎，要先去二楼。不是哦，工艺展示馆。我们不看工艺的，是不是？那再走还有哪一个？哇，好大一个！耶耶，上去吗？等一下，老公，看一下这个电梯前。这应该是星空的。三楼美术馆。走，我们上去看看。我觉得好玩的应该在这上面。他要坐电梯啊？二楼啊，就这个啊，很陡哎、欸！啊，这个我们玩过啦、啊。那其实好像只有这个，这有点像小朋友玩的、欸。对，是小朋友玩的地方。对啊，你不觉得是小学生玩的吗？这哪有三楼啊，老公？这一下就没了。对啊，我们就逛逛看看嘛，好吧？就逛逛看看。走，走那过去看看。哦，星空探险馆，星空探险馆倒是好像很探险，这很像国小国中生啊。对啊。来，你再往前弯拍一张。我觉得秋田狗真的很可爱。弯拍一张。你可以过去，我帮你跟他照，你都蹲下来就好。彩绘，有没有彩绘？哪里？对啊。对耶。哦，那里面是教室耶。对啊。他这就是给学生来的。对啊。你们把我们带到这里来。漂亮哦！我刚刚看到他在彩绘，就是这个，叫七宝烧。嗯，七宝烧。我刚看到，我以为是吃的。三十分钟。我以为是吃的。啊，好大的那个，就让他休息的，快点。对啊。对啊，因为头在那。可爱的。对，这是小孩子彩绘的地方。他说到五点，对不对？对。剩一个小时半了。照个相一下，都是雪屋啊。就刚有雪屋啊。那是在一楼。
星空探险馆，是不是？啊？对啊，星空探险馆，我去看一下。可是他那个东西，哦，他还分时段的哦。对啊。我们现在几点？3:42了。这个。3:42。4点是银河。银河铁道之夜那一场。嗯。哇，这是什么做的？这是真的。就钢铁外面喷一些泡棉啊。对。它这有分时段的。对啊，所以他们就是4点到4点半。只能看那个银河的那个。对啊，对啊。啊，30分钟当然要很赶。对。那边有个猫咪的，你去那个猫咪那个。哦，这个好可爱。旁边那个喵是树枝。对啊。对啊。卡逊豆的。哟。你觉得我是脚好像很近？有吗？有湿湿的感觉吗？来，我帮你照一下。好，那你去猫咪那，我帮你跟猫咪照。猫咪啊？对啊。好。穿那个衣服，哪里？这里呀、啊，连小朋友穿的衣服照啊！哎、欸，这里面好漂亮，还有点灯哎、欸！哦。那你就进去里面，我帮你照。爱心是什么？千叶元节什么？千叶那边的，可是怎么千叶的拿来这里哦？不知道哎、欸。嗯。在第一行。